你不要再开着那个假野马，那那那那代是哄的，那不是假的，不是真野马，真野马我们敢讲啊。哇，柯皮，哎，你家车袂歹哦。赞哦、嗯，这我为着你特别买。啊，为着你是对哇、啊。你只，你买买野马，啊，我定你去带头啊。为什么？你看，来，影片请看。哦哦哦今天要试这一台，接下来什么车你看？我香港很奇怪，有点像家乐福的 Smart， 结果不是，这台是 Smart。为什么是 Smart？ 你知道吗？我让泰山心服口服买这一台。对，要设计。这个钥匙孔啊，不是在这边哦。嗯。好、哦，不是在这边，也不是凯宴的这边哦，它在，它跟上什么一样嘛？煞吧，煞吧，那这种，你看。哇。哦，这有点像开飞机的感觉了。哇，它的发动是在这边，对，比较不一样的地方，看这次会不会成功，泰山会不会心动？啊，才解忧哦，我听你们撑的，你们在做向天哦。我一边扣着头这样。是哦，其实这个是真的是，如果在台北市开这种车真的很方便，人家停狠的，你直接就可以进去。对啊，你的位置真的是超小的，一个小位置就好。那不然我们等一下来试一下，这样看有没有什么很难停的车位，停停看，然后大家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嗯、感觉它的空间怎么样？我觉得 OK 啊。你那个椅子可以用低一点吗？应该可以。你用较低的话，你就用的话，我就搞你讲，我来对吧？一个千多多了。我讲伊个设计甲足高水个啊，你看到无？啊，即嘛是，即嘛足简单嘞啦，所以嘛无啥会歹啊。你看这，对吧？啊，后面也上相当个。哦，真的。对吧？啊，这是声控的，什么叫声控？哎、欸，泰山，帮我高一点，哦、高一点，低一点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声控的，这是声控的，这是最高阶的，是用声控的，哎、欸，有没有？哎、欸，帮我弄高一点，低一点，对对对，这是声控，智慧型声控。对，整个中控台就是很简单嘛。对啊，嗯，就好像开飞机有没有那样飞机，风的大小有没有？嗯，哇，真的，冷度，哦，今天很热，不是全部最大，很简单。这样，而且去刚刚大家都只那个音响而已啊，再就开跟关，就这么简单。这车真的蛮简单，就是加速。我基本上用自排的啊，它 A 就是它自己变的。你知道这个整台车的壳都可以换了，就像摩托车有没有可以直接换壳？假设你今天换了红色，把白色换掉就变红色。它是塑胶的吗？对对，塑胶。哎、欸，不算，应该算可以这样讲啦，算塑胶的一种了。这应该是对啊，应该算哎、欸，这应该不算塑胶哦，应该算 ABS 的。ABS 对。那你是骑到会出来出来？对，泰山。太广嘛，个屁的！啊，哦，手车不错了，我们现在看到一百了，有没有感觉？真的吗？你看，一百了，好，一百公里了。你那么紧张？在试车，试车就可以了。其实蛮稳的。对啊，对啊，有没有觉得比你的 Focus 好了？不够，我是真的有这么觉得。从第一集讲到这一集了，还没有成功啊！对，那强的特，怎么有电话声？这边我坏了啊！啊，别说水龙一样了，这是真的是双人座而已。脚面比较大一点。这个车为什么这样强调的机车？因为你看很近，随便都会碰到你的大腿。如果你今天是开七系列，有没有中间一个走道了，你摸不到了，走道对类似的，那太宽了，你摸不到啊。对啊，有没有？你这样就是对，你现在随便拿个饮料，随便都会碰到你。如果
七系列的还是比较大的，比方说不要说七系列，比较大的车，你要去给他就是故意的，这种是不小心就会碰到。可是吼、哦，有好就有坏啦。可是它有坏处就是，假设你今天在停车，你如果比较不熟的话，你要补油门它才会动。这都决定了，对吧？就跟他以前那个放 CD 那种感觉吧，是吧？他出来，他这也是点亮起，放在这里，就可能就好注意的。点亮一百多度，点亮，不行，点亮 LED 欸、这车也算是宾士的，对啊，这宾士啊，小宾士。安总，新年没嘞？新年没？我找的兄弟啊嘞。兄弟车。对啊。我们要停在这个车位，教大家如何路边停车。好、哦。OK。路边停车。哎，这样停就好了。看一下啊，好，那、欸、还不错哎、欸。我现在可以停三台嘞，我把它转正，你看差多少？转正只能停两台左右，还可以再塞一台呢。它只有这个铁的部分，嗯，好，这铁的部分是黑的，它旁边的色它可以变。你知道，就是它可以像我们现在是白色的，如果你把它换成蓝色的壳，就变黑跟什么色这样，黑蓝、黑白，对啊。假设你刚好一个网友也是一样的，刚好颜色如果开的比较不喜欢，刚好两个不是车，对，是漆可以互换哦，不是车互换哦，对对对，啊、哦，换漆哦，啊、哦，记得吗？哎，换壳了，不是换漆。漆是什么？换漆是什么？哦。我现在还听懂啊！你在啊？算了，我才外梗，你怎么不听啊？装一下清纯。这集啊，播出你若无买我，把人随便去。好啦，今天就试完这 Smart 啦，太赞！嗯、啊，真的可以买了。我买是有一点小心动，小心动啊、哦！对啊，我觉得不错啊，在台北都会区开这个车真的是可爱，好停车。好啦，今天就分享这个 Smart 到这边啦，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好，拜拜。